台东泰安部落八月六号在活动中心举办大八六九部落市集活动，希望透过二手市集的方式减少物资的浪费。跟部落的妇女聊天的时候，就觉得说原来他们也有很多东西就是用不到的，跟穿了以后可能变胖啦，不能穿的东西，然后但是没有地方可以去摆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我们在部落来办一个，就是说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市集。我们不管说有没有，到底有没有卖多，不是不管卖多少啦，还是什么，最起码我们会有一个大家部落里面吃饱饭以后有一个地方可以去。主任表示，部落市集是部落自发性举办的活动，虽然还在试办阶段，却意外受到许多族人的支持。大家在这个地方见面啊，然后看看一些老朋友啊什么的，卖这些都是那个二手货的，蛮不错的。很好哎，啊，妇女有一个机会可以好像从事工作嘛，然后大家就可以出来散散心聊天，没有买东西都无所谓，很好。有衣服、饰品以及各项二手家电，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活动传达珍惜物资的理念，同时也提供族人彼此交流的空间，期待未来有更多族人参与，让市集活动能持续下去。原视新闻 Bukit Gadang 的本台东市采访报道。